说话。这掰完了，这砍了吗？不砍不砍，我打的木耳机都熟了。哦哦哦。为什么行行干体验体验干来验体验体验白忙了感觉哎这大哥儿这样还有点嫩，我掰的这个还有一点嫩，不过也可以吃，没问题。不没问题。这个白皮儿的这个，你也没事，这不行。你也没事。啊，没事啊。不老，他在外边就是遭阳光晒的。不是，我说这个可以了吧？可以，没事。那跑哪个了？你太小的，跟你说太嫩了，有点水。你这个没问题了。啊？我掰的这个可以了。啊，够鼓励的。嗯。够了，哥，别掰了，行行行，够了，听我的，没掰没用。开了，那能吃正好。哎，你说你，你这儿别薄吗？不，我要拍张的，拍个照片。这会儿就在这儿就拍。都摆顺了，我告诉你，就让他就这么露个头就行。行，再摆一个吗？对对，再看。啊，你这个包，可以都行，没问题。瞧这大个，特别肥美。来一个，然后那吃点薄一点。对，就这样。